出现问题啊，来大家准备。现在就到四个转体，就从你的腿能下腰的下腰啊，其他自己搞啊。嗯。没问题吧？嗯。啊。大的给你啊，预备。手啊，稍微错开一点，我注意点。啊。这样你就这样二这样，这样一样的，下不需要这样，但是我要说先给他排东西，明白了姐？啊，来，你下不需要，的。在朋友圈经常看到，难怪那么面熟。啊。就你俩下不需要吗？对，这找你现在解决吧，对吧？嗯。好，来一遍啊，我录一遍。录完一遍后，我发给大家。多，因为下班再搞事情。我让你明天下午是吧？我给你下不去。下不去，开玩笑，下几个？这是下几个？是吧？来。现在下一个。现在下一个。不应该呀。你刚下几个？对呀。好的，小老虎，拜拜。再来。我刚给他说几个，哎，说几个你还没明白。下去以后，往里收啊，快东西都往里去，对吧？收，收里边干净，挑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七、三、七，是吧？还有几分钟时间。明天再来，明天你。好久直播，我就好久来。可以。没问题吗？
对吧？那边可以。可以。下次，下去。嗯，对。能下吧？欢迎南哥，欢迎南哥，哎哈喽，你来了。嗯，我这直播间都是帅哥美女。脑子知道他身体支配不了，稍微有点背啊，压压啊，来，你刚才有点高，要出来，要走，你刚才两个啊，你要走，从你第一步上步的开始，你太大，步子太大啊。我跟杜宇来在，啊，只能穿一次，有点啊，时间啊，五，一二，手太高了，右手低点，右手，好，你第一个上，你先，你下来练练练拳，你第一个上的节奏在哪？是，不是？一二就一次，这个力量要一次性发出去。五六七走，一二一二，是吧？哒哒哒哒，一次性出去。你第一个上去等于一，先是啊，颠过去没有感觉，是上步要感觉要转起来了啊。第一步上的时候，上完第一步第二步马上就要跟去啊，就脚下节奏啊，再练半圈，来两圈。好，稳住，左手低点。好，还行，还可以啊。OK， 来吧，开始啊，来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这个啊。好了，家人们 ，OK 了，家人们。